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鱼丸。战士类英雄可塑性、可玩性和平衡性都是最高的。它不同于刺客以及坦克类英雄，不仅具备高输出，同时又有坚实的身板。但你知道吗？像一些设计完美且功能全面的战士，他们一直不温不火，确实有些可惜。就比如夏侯惇，夏侯惇是官方都认同的完美型战士，一身肉装加二技能护盾，他就是人群中最扛打的那一个。而半肉半输出的夏侯惇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多元化战士。同类还有曹操，你有多久没见到曹操了？虽然他的出场率一直都高不起来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曹操也是一面机技全面的英雄。正是因为曹操有强大的续航和位移瞬间爆发的能力，在边路一对一从不落下风，能与之抗衡的恐怕只有芈月或老夫子了。还有杨戬，杨戬虽然不算很强，但综合能力也不弱。这版本杨戬已经加强过了，按理说出场率应该会提高，但事实还是和以前差不多。就是这样机制全面、样样都具备的战士英雄，始终无法获得玩家的青睐。追根到底，终究还是他们的技能机制虽然全面，但身板不够硬，不能像坦克一样开团扛伤，对操作要求高，容错率低。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认为呢？